有时候芝麻看他洗了澡，他也去。出去玩儿。放牛了啊！牛在吃草，吃的好开心啊！想从窝囊晃出来嘞。奶奶啊，去走。我睡得这么早。表妹那一层衣嘛，穿掉。比较小时间。这一节是娘，这旁边又长了很多小的。因为这节比较大，你看，好粗，往这边过来了。它是横着长的，之后又钻到下面去了。这节点是往这发，这根已经断了，刚才还拔出来一根，也是从这长出来的。第三件文物出土了，虽然埋了这么深，但是依然不影响它表面的那一层锈迹斑斑的光泽。这是挂金簪哈，这有根。哎呦，被我搞了个蹭刺儿，成事不足，败事败事有余啊！你是。啊，这有一个钟。没有淤泥好的一点就是挖出孔了，它也不会把里面感染了，不会污染里面的洁白的肉质，干的更容易断。今天的藕虽然长得不好，也见长了，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。这是形象上面往年长得乖，但那个价格还是比去年还便宜一些，去年都卖七八块钱一斤，今年才卖五块钱一斤。因为去年种不过才便宜嘛。嗯。一斤的藕要挖两三个小时。哇，这节也大，这节出头的，这节长得比较乖，又长又乖。哇，哇塞，洁白洁白的，这一节长得非常漂亮。前面还有一节，不小心就断了。这节长得好白哦，这节长到下面就白些哦。哎呦，啊，好白哦，那节是最白的一节了。越往下面越白，越往表层里好像就黄些。嗯。长到那边去了没有？哇塞，好深啊这节！你要听？还是闷到头挖一下，挖那边去一看，哎，天坑都没见呢。你这要挖好多。我等挖工还挖工。快修理一会儿呢。有出土的。多大？黄鳝！哎呀，啊！哇，又长进去了这根、个，这根还有点大。哇塞，这家伙乖。搞到了一根，每节之间结疤的那个地方，就这个，这个上面，这个尖尖可以当藕种，它如果长大的话，就是它上面的一条紫莲藕。刚才我们就很多就是从这儿长出来的，这个是没长大的，
这儿有这个啊，我想挖有这个。哎，这儿还有哈，这节烂了，白白胖胖。黄鳝，看，好小。行了，那黄鳝最好不要放到藕田里面，它钻洞会把藕田搞漏水。我都准备这个。哇，哈哈，好乖，就这封面，对，这个封面，看，好漂亮，又白又胖，现在看不太出来它的样子，因为被泥巴糊住了，洗一下之后就特别白，这节特别好。泥巴红的这样，这根好深哦。土土的，啊，这根就比它粗些，粗多了。靠近田埂边上都长得很好，但是不好挖。不是那些，直接回的。嗯。哇，好乖。我推着你个路，那丝瓜长。丝瓜瓤洗藕特别好。洗藕洗完之后，嗯，不打雨的。它不会弄伤它的表面。红中啊，红中来。走喽！哎呀，终于到家了。这个不好看的藕自己吃，有一些就给鸡鸭吃，这鸭子特别喜欢吃藕。有点看，吃着吃着吧。